BLACKPINK 回归倒计时啦，直至年末由 BP 接手。4月24日，外界代表杨贤硕通过个人 IG 写道， BLACKPINK 回归超临近，直至年末由 BLACKPINK 接手。虽然不相信局言局语，但还是期待 BLACKPINK 的强势回归。杨贤硕并上传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为 BLACKPINK 成员们到达泰国机场时火爆人气的现场，期待粉末妹纸们回归。另外， BLACKPINK 相关人士透露，正在商讨在中国进行公演，预计下半年开始，这个应该超期待吧，希望能成真的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